然后测的时候其实是很辛苦的，因为你每五百公尺要停一下，每五百公尺要停一下。然后测到测第一次的时候，就我都通常都是带男生了哈。那男生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：“朱教，我发现他们就回去上课哈，因为是很辛苦。”他就说：“我发现我对那个研究植物没什么兴趣。”他就很累了，然后他们。就后来我二年级的时候在带他们的时候哈，因为我们在做动物要做那个族群估算，然后要去做统计，然后他就说，我发现我好像对那个数学没什么兴趣，就我就想说，那、啊、你植物也没有兴趣，那动物也没有兴趣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这是第二个哈，然后后来就是慢慢就是找那个，后来当然我发现说这几年。我们在做森林的研究哈，然后工作人员女生比较多，嘿，女生比较吃苦耐劳，真的，嘿，那个男生比较特别，就是说都喜欢讲大话，然后我要怎么样，然后大概做不到两三次，他就跑掉了。这边不是有一个新武旅溪那边嘛哈，有一个保护对不对？那边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带学生哈这边做调查，然后做调查的时候，那个陈老师就给我说，一些经费。经费其实是很有限的，然后我刚开始是菜鸟啊，然后两天一夜，然后他给你经费，然后我带了两三个学生，然后去，然后要住宿，对不对？一住你知道那个饭店是很贵的，然后一住呢，然后调查的东西一点点回来，隔天礼拜一的时候跟他讲说，我们今天的进度大概一点点这样子，然后他就直接连下来说，那个一点成果都没有了哈，然后结果下礼拜再去的时候，糟糕。上礼拜住了这个豪华饭店，然后我们调查的成果很少，然后我这个礼拜为了要少花一点钱，我带着帐篷，然后就住在那个新武旅行那个河口那边，真的是露营真的很好，住在那边，然后早上还带学生去那边煮早餐，然后就在那边做调查。这是有一次是这边，然后有一次在向阳那边，因为我晚上的时候要赶两天一夜嘛哈，所以我在礼拜五一下课就带着学生就开车，然后开到那个向阳那边的时候，大概晚上凌晨在一两点了。你知道我们做研究很辛苦，为了要拼两天一夜，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就开始搭帐篷，然后搭帐篷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说他们的那个睡袋是那个大量饭店买的，好，然后我就。因为我们有登山，我们都是羽毛睡袋，然后就睡，然后一觉到天亮，然后起来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黑眼眶。我说你们为什么昨天晚上不睡觉？他说昨天晚上睡不着，因为向阳那边太冷了。然后去了向阳露营一次之后，好，那我就看他们每一个人都一个羽毛睡袋。这蛮不错的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段哈，这其实南横东段这一段是非常漂亮的。好，没有我闲聊，我也闲聊。我记得那种壮观，穿过这个峡谷。去那个植物调查是秘书长蔡学生。没有，我帮老师做定位的哈，然后那个老师是每五百公尺去做调查，他很厉害，他是用望远镜做调查，然后用录音的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那南横专车就这样弄出来。他总共两百零九公里，他才来两次啊？没有，他来了快半年了吧？他就是每个礼拜就这样子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。志豪老师，那209公里的南横，你总共后来做了多久才做完？做了多久？弄了好几次，还弄那个天龙古道啊！我不晓得怎么讲呢，那时候是菜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不是学植物的，一开始，然后那三年虽然是做硕士论文，但是硕士论文因为我就只好把我的那个大肚山的那一条样带搞清楚，那我只学方法，那学了方法之后，那现在就是要到这个天龙古道这边，然后要做研究，开什么玩笑，又回到。一开始的状况，发现台东我从来没来过，所有的植物都不认识，怎么办？是什么从零开始啊？一样啊，因为我那时候在大肚山这样，然后我来到这边，然后就开始啊，就开始先采集标本啊，采过去，然后采过去的时候，你知道那边那个植物也是很多啊，然后一回去就要压标本，然后开始弄，然后那个叫必须要找一间大教室，
因为这个老师哈、哦，他们鉴定标本还是有一点。有点脾气的，不是，是脾有脾气的。那他们的鉴定标本是有脾气的，哎，要有话说吗？不是，是同样的标本，你不能问超过三次。哦、同一种。哦，你的脾气是这个。同一种你不能问超过三次。哦、你拿一个同一种，你问十次，你再就要推下去。因为你可能，因为我们去外面采集，它会有个体很多变，就像我们都是同一种我们整车都是同一种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再去采集的时候，你会同一个种类哦，但是它的个体变异那时候还没有办法抓出来，你会同一个种类呢，至少采个五遍或是六遍啊，突然没有办法采到三十遍那么多了，就是你出一趟，然后就会有些都会重复采啦哦。那重复采的话，老师他们就会希望说，你在来鉴定之前，你有没有先比较过，哪一些是一样的，哦，然后你要帮他自己去做辨别，然后弄在一起，然后你现在这里面有100多种，然后你要去弄在一起，我就必须要找一间大教室，把所有的标本，200份标本全部放在一起，然后放在一起，然后就开始超级比一比，那个一个人哦，我就在那边看教室，然后所有的标本我全部放在地上。然后就开始比，哦，一号跟100号很像，好放过来，哦，这边又搞了一天，就玩那个超级比一比。所以志豪老师这一本《南垦的植物》你就很熟。怎么讲呢？那个熟不熟哈，都跟认人是一样的，就是说你朋友久没有联络，你也会忘记他叫什么名字，但是你会有印象他大概的特征。那请问你来木多吗？啊，来木这边有没有？书上有一本来木。来木，这个我就不想，我有忘记了。哎，是你的意思。哎，来木是哪一个来？木字旁再一个来来去去的来。应该不多，因为听这个名字比较少听。对对对。崩断不多，对，崩断。因为有时候哈，老师在调查他是整个走到森林底下去的，